都吃三文有五个 serving 咁多啊，即系可以食五次啊，唔会烦啊。今天又要带大家来到 Costco shopping 了，我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都会来一次的，那么希望今次有惊喜啦，一起来吧。一入到来 Costco 就见到这个 Ninja 的搅拌机了，哇，今次呢佢減好多喎，減50蚊，而家咧係賣到139.99啫，原價咧係159.99。咁啊，點解好呢？我好中意啦，佢有三部機嘅嚇，1、2、3。咁咧就係都係 blender 啦，呢個係細 blender 嚟嘅。如果你去 workout 嘅話咧，啊，我想趕時間啊，拎埋呢個出去咧，你可以即刻咧自己整一杯咧，呢個杯就可以拎出街啦。咁如果你話咧，我想整俾成家飲咧，誒，咁啊有個大噶啦。咁啊，仲有，如果你咧即系要煮嘢食啊、煮湯啊咁咧，呢個一個 processor 啦，就係有個 blade 啦，同你咧切碎你嗰啲食物嘅蘿蔔絲啊，或者你任何好似菠菜蓉啊，你可以打碎佢啦。我又覺得好抵啦。咁啊，同埋咧呢個牌子咧，我都有用佢個 air fryer， 佢價錢唔貴啦，同埋都幾抵用嘅，所以呢個牌子都係唔錯嘅。咁啊，而家減50蚊，哇，有三樣嘢可以用，我覺得。精选啊 ，Anita's Choice， 哇！俾我发现咧，呢、這个拖鞋真系好正啊 ，Adidas 嘅。咁啊，而家咧就系卖到18.99啦。呢、這个拖鞋咧，如果喺普通嘅嗰啲体育用品店咧，起码都成35蚊到40蚊不等啊。咁同埋呢对系靓，睇下有个 Adidas 嘅标志喺度啦。咁啊，哇！我觉得好好啦，18.99，梗系要买啦。其实咧，呢一对拖鞋咧。是貨男裝的，但是我發現呢，咦，我都7號都可以喎，是大了一點，我想到 unisex 的，我都要買回對先。在 Costco 呢，永遠呢都會呢令你有驚喜的，就是呢發現了這個 Adidas 的 running shoes， 它是一對跑鞋，現在賣到39.99，還有 size 的，這個色啦，還有呢還有這個黑色，大家會喜歡哪一種顏色呢？我都是喜歡黑色，這個呢我都很喜歡，大家怎麼選呢？不如留言告訴我聽啊。現在還有很多 size， 有 size 6、7、即是女裝的，其實什麼色都還有的，如果大家呢喜歡的話可以快點來買啊，很輕啊。又有重大發現了，貨男人的，這對呢就是貨男人的 champion 的鞋啦，有黑色又有白色，幾靚，都係賣到36.99咋！哇，中意 Champion 嘅朋友快啲過嚟買啦！都仲有啲 size 嘅，唔係咁多，但係仲有，好靚啊，好實淨添啊！喺 Costco 咧真係好多咧好抵嘅 gift card 嘅，咁啊同大家要介紹一下啦，咁就係啦，嗱，呢一粒咧都係一啲嘅餐廳嘅 gift card 喎，咁咧如果你用79.99就可以買到價值100蚊嘅 gift card， 即係話咧多咗20蚊喎。咁如果你想約你嘅女朋友啦，或者同你嘅男朋友咧去 dating 咧，呢啲餐廳就啱曬你啦。嗱，因為咧本身咧就係啲嘢好好食啦，同埋咧佢哋咧都會喺一啲好靚嘅海景啊，嗰度開餐廳噶啦。例如咧喺 Richmond 又有啦 ，New Westminster 又有啦 ，White Rock 又有啦 ，Port Moody、Kisilano 又有。Kisilano 咧我去過啦，哇，真係好浪漫噶。咁仲有咧，賺咗20蚊喎，你話幾抵咧？咁啊，仲有呢一間餐廳都一樣啦。哇！俾我發現咧，呢咁大盤嘅，佢唔係花嚟嘅喎，佢係9層塔啊 ，basil 啊，大家見到嘛？係8.99就一大盤喎。其實咧，你可以擺喺個 kitchen 入邊啦，咁啊種佢啦。咁啊，如果你經常食意大利粉啊，或者係整 pizza 啊，或者係 lasagna 任何即係同 pasta 有關嘅，你都可以咧擺落去嘅。咩嚇？哇！幾靚！同埋好容易種噶，你咧每個星期咧只係需要俾3次水咧，咁就佢就會自己係咁生長噶咯。哇！你睇下，只不過係8.99，又令到咧你個 kitchen 好香喎，又可以食得啊！這個好值得買啊！好啦，咁啊喺温哥華咧，好多朋友都中意 camping 嘅，咁大家會唔會咧考慮一下用呢一個 straw 咧？就話當
你冇食水嘅時候咧，嗱呢一個咧就係你嘅 life straw。嗱，大家都見到啦，呢一幅相就係話，如果咧你冇食用水，得啲溪涧啊或者河流咧，你可以用呢個 life straw 咧就去飲水。而呢一個嘅 straw 咧係可以咧幫你過濾好多病毒噶。嗱，照佢講啦嚇，佢可以過濾咧差唔多係爭0.00001% 嘅啫，即係100% 咧。是可以咧抵擋乜嘢咧？譬如寄生蟲啦，呢個 E. coli 嘅病毒啦，甚至係三門氏菌病毒等等啦，好多嘅仲有，佢係可以咧幫你咧完全係screen 走曬嗰啲病毒嘅，咁啊話係十分之安全嘅。咁啊而咧呢一個 Life Straw 咧，就如果你買嘅話咧，你買一 pack 咧，仲可以咧幫一個小朋友啦，即係一啲好缺水嘅地方啦。就會保證他們一年裏面都是飲用一些乾淨的水的，即是說如果你買這個產品的話，幫人也可以幫自己，這個是叫做 Life Straw， 即是說當你去到野外是沒有新鮮的水飲的時候，那怎麼辦呢？它這個就是會幫你過濾的了，似乎呢很有意義和比較安全，大家會不會考慮買一個試一下呢？要同大家介紹我平時用邊隻洗衣粉嘅咧，就係呢一隻 Tide 嘅 Original 啦。你咧係冇一個地方咧平得過 Costco 噶啦，而家咧仲要減5蚊，係18.99。哇！呢個幾大個啊，係4.87 liter 啊，真係好抵啊！我每一次嚟到咧，如果減價咧，必定入貨噶。哇！呢個唔錯，幾好用噶，洗完啲衫咧啊，清香、舒服、柔軟，我又買啦。Costco 咧好少咧兩種嘅產品咧。是一起減價的。今天有個很奇特的情景，就是 Clinics 和 Storage 都減價。首先講一講這個 Clinics， 它原價就是18.99，現在減2元就變成16.99。這個原價 Storage 原價是21.99，現在減5元就變成16.99。 Clinics 就有12盒，但它就說它等於是20盒的份量，但它是 3 ply 三層的。咁而呢個 Scotties 咧就係 two price 就有20盒，大家會點樣揀呢？我好 personal 咧，我自己個中意咧就係 Clinics 嘅，但係而家咧就係同等價錢，大家都係16.99喎，但係呢一個就20盒喎，呢個就12盒，但係咧其實咧大家如果拼埋一齊睇下咧，其實佢哋份量係差唔多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咧 Clinics 咧嗰個紙質就柔軟好多啦，同埋冇咁多塵啊，即係你掹出嚟咧冇咁多塵。飛出嚟，而 Scotties 我覺得就多啲層嘅。雖然呢個係12盒，呢個就20盒，但我就會選擇 Clinics， 係我嘅 choice and it is choice。大家嚟到 Costco 咧，可能淨係留意牛角包喎，但係咧你可能忽略咗咧呢個 bagels 啦。咁啊，大家睇下 mix and match bagels 啦，兩袋 two packages 咧，先至係6.99啫喎。嗱，任揀呢個係 blueberries 啦，又或者係揀呢個 poppy seed 都得嘅，仲有好多 cheese 啊、sesame 或者係 original 噶。如果你食唔曬咧，你可以冰咗佢先，跟住咧食完一袋，先再拎出嚟 defrost 咧，咁都 OK 嘅。所以我覺得好抵，介紹俾大家。係時候要多謝 J Homes Real Estate Group 贊助我哋呢一集嘅節目。J Homes 係我哋温哥華嘅地產代理。我希望各位观众支持 J Homes， 因为 J Homes 支持我哋呢一个 channel， 等我可以拍更加多嘅好片俾大家睇。夏天咧又系金黄奇异果嘅时候啦，哇！呢一个牌子咧就最甜最好味噶啦。虽然咧佢就唔系减价，但系咧我都会买嘅，因为真系好好食嘅，充满呢个嘅丰富维他命 C 啊，买先。嗱，呢度买奶咧。都係保證最低價嘅。如果你冇 Costco card 咧，你去 Walmart 買咧，奶咧都係保證最低價嘅。咁因為咧其他嘅地方會貴好多。嗱呢度咧就買4.65啦。如果你去到 Safe and Food 嗰啲買咧，要買到5.79，甚至有啲 store 咧係賣到5.99嘅。所以咧，如果你有 Costco card， 你梗係喺度買奶啦。嗱呢個希臘嘅 Skewers 咧，今日減價喎，呢個全部係豬肉嚟嘅。原價咧就14.49，而家就係11.49，就減咗3元。我就覺得好抵食啦！嗱，咁多支，每人咧可以即系食兩支都可以夠送飯啦。上次咧我試過雞啊，好好味啊！咁我今次試下呢個豬肉，睇下好唔好味先。呢只柚子茶咧係仲有生薑添噶啦，你可以見到咧裏邊咧一條條薑絲噶。
咁咧呢個咧就係韓國製造嘅 product 嚟嘅，咁啊賣到16.9嘅啫。咁佢話咧嗱，除咗可以沖嘢飲之外啦，熱飲又得，凍飲又得，又可以搽麵包又得嘅喎。嗱，佢教你咧點樣做嘅喎，甚至咧愛嚟咧做 salad dressing 啊，即係擺落去你嗰啲即係沙律度咧，亦得嘅喎。咁我覺得咧啲春真係好大樽啊，有成2 kg 啊，都係賣到16.9。我覺得咧買一個看住門口咧，有時想飲啲甜嘢有生姜嘅味道嘅嘢咧，我都好中意嘅。買先嚟到 Costco， 梗係要買雞蛋噶啦。哇！呢、這、一個 Golden Valley 咧真係好抵啊，$5都係買到15.29嘅啫，即係話咧平均咧$3一打。咁啊，每一次咧我都係要買咁多嘅，因為抵食啊嘛。咁啊，做番茄炒蛋啊，平時做早餐啊咁樣咧，蛋真係太好啦。太健康了，所以我每一次都會買的。夏天到了，我很喜歡喝凍咖啡，被我發現了 Starbucks 兩支裝都是賣到19.9而已。它這個一支只不過有15卡路里，有成 1.42 liter， 一支就可以沖4杯，兩支就可以沖8杯了。如果你買一杯凍咖啡在外面，哇，都成3-4一杯啦，系咪？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好抵啊！快啲買先啊！各位，而家咧 Häagen-Dazs 雪條咧減價喎，呢個係 Vanilla Almond 啊，我都好中意嘅。如果大家喜歡呢個 flavor， 可以快啲嚟買。原本係14.49，而家減3.5就變成係10.09。我覺得就好抵啦！總共有幾多支啊？有9支咁多啊，抵食到不得了啊！快啲過嚟買。俾我發現咧，樂天嘅 mochi 減價，原本係14.99，而家減3變成係11.99。哇，仲有4個 flavor 喎，嗱，有綠茶啦、奶茶、vanilla 同埋 mango 喎，哇，裏邊咧仲有36件咁多嘅，小朋友見到咧一定好開心啊！夏天咧，哇，食翻個咧，哇，真係爽快啊！一於買先。好啦，而家咧我哋加拿大咧好興食 poke 喎，唔知道大家試過未咧？在外面吃一碗都10多元的。哇，被我發現呢，在 Costco 18.99就已經買到 Poke 的 Salmon， 還是 Steelhead Salmon， 有5個 serving 那麼多，即可以吃5次，5碗飯，我覺得很值得。外面買我都見過沒那麼便宜，譬如一半或者甚至只有1-2個 serving 都賣到差不多18多元， Costco 真的很值得，又要買了。每一次嚟到 Costco 咧都有驚喜噶，哇！今日咧我買到好多心頭好啊，真係好開心啊！特別咧嗰個 mochi 啦、個 poke 啦，同埋嗰個咖啡咧，真係啱曬我哋夏天食啊，好開心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買嘅產品啦，同埋咧希望大家咧睇翻我之前嘅 shopping 片喎，記住支持而家你要話俾 like 留言同埋 share， 同埋記住咧去到 patreon.com。AnitaliceA 咧支持遠華，好啦，咁希望大家喜歡我哋今集嘅節目，我哋下次見啦，拜拜。